么精神折磨，还轮不咱们。该班的追，有情报指出，今年的区域大赛会选择废弃的眷村来作为主要的地形。残军送弹了，这里有其他部队。加重弹，他们能打，我们当然能打。快快快，来了！我们当年战场上打仗的时候，那会老子还没生呢。哥，有包啊！我还去埋伏呢，再见。好奶奶，他们敢动到老总统头上来了啊！这鼻孔里都来下去。力气要用，就用在刀口上，让他们了解这里是谁。我们几个人要买枪。你们买装这步枪哦，应该是装在纪念堂了。咱们就各自打游击，分散他们兵力。问上次那几个阿贝了。不会。你们站在后头。再打下去，会有人受伤，先撤退。他们跟共军的心在喊话一样。自从我加入枪队以来，都没想到要输。问李靖两颗梅花也不是白混的，想打我呀，办不到。连老人家都打不过，还想拿亚洲第一啊？生存游戏，生存可以游戏的吗？对啊，生存是。这么多细节，我只能用实力掌控回去。对手仅仅老人而已，这枪就免了吧。